别，这就对了，要多传递正能量。是啊，过去我表姐只管着自家的酱醋油盐，现在还管别人家的。现在我表姐是社区里的市容市貌管理员、安全文明监督员、家庭关系调解员，就是不拿一分钱。哎，我表姐说了，现在退休生活有保障的，我们要有一份热，发一份光了。你表姐确实不一样，过去我表姐爱唱歌，现在不爱唱了，现在更爱唱了。这不还是一样？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过去我表姐唱的是民间小调。都是哪些小调？像啊，苦命的王巧凤啊，孟姜女哭长城啊，清雪梅吊孝，小寡妇上坟。嗨，都是哭戏，没一个开心的。现在我表姐唱的是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了喜和爱，今天都是好日子，打开了家门，开门红那个红丝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还有这么唱的。现在我表姐唱的都是喜庆的歌。那倒是。哎，我表姐不仅喜欢唱歌，还喜欢念经呢。都念些什么呢？老天保佑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求求你了，老天爷。哎，求老天爷有什么用呢？念经，这是过去。现在呢？现在我表姐爱演讲。都讲些什么呢？姐妹们，如今咱们的国家强大了。哎，没错。看呐，从哪儿看？咱们的高铁来了。对，从虎门到广州打个盹就到了。这是咱们的港珠澳大桥通车了。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了。唰唰唰唰唰唰唰，这又是咱们的卫星G203上天了。咱们的高科技世界领先了。哗，这是咱们的航空母舰下水了。祖国的大好河山更加壮美了。从此以后东海南海再也不敢闹鬼了。那是，让我们祝伟大的祖国掌声和鼓励。